那纽西兰的光害，纽西兰晚上的光害非常非常的少，因为居住的人非常非常少。纽西兰的光害，纽西兰晚上的光害非常非常少，因为居住人口非常少。纽西兰的光害晚上非常非常少，纽西兰晚上的光害非常非常少。纽西兰晚上光害非常非常的少，所以你如果想要拍星星的话，记得带一只脚架去。纽西兰晚上的光害非常非常的少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拍星星的话，记得带一只三脚架去。那也因为光害很少，所以你阳光下山之后，你就会伸手不见五指。那纽西兰也几乎没有路灯，所以你拍照时间要好好规划一下，记得要带一个小小。记得要带一个小小照明灯，记得晚上要带一个小小照明灯，不然，记得晚上要带一个小小照明灯，避免你找不到路回家。记得晚上要带一个小小照明灯，避免你晚上看不到路回家。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五集摄影片。那下一集呢，是我们的生活篇，有兴趣就去看一下吧。